在。好啊，楚总说算。你们抓紧点。好，楚总说算。2019的第二次水逆终于要结束了，诸事不顺的周维维，你要加油喽！再撑一下就可以熬过去了。那如果有什么不如意的话，尽管对楚客环发泄吧，他是你最好的垃圾桶。虽然我觉得楚客环很可怜。侯丽爽，爽侯软糖，我们不能是朋友。